你不要吃它吧。好酸哦，酸。嗯。啊！嗨，大地哦，谢谢你了。牛妈，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拍食玩，今天要一次来拍这七款新的食玩。这个怪物的鸡蛋糕，然后这个下午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，但是我记得没有。然后这个披萨，我们以前做过美国版本，但是现在日本也出了，所以来做吧。然后这个冰淇淋的出新款的，我们没有做过，所以来做做看。这个果冻的，它是果冻里面还有动物，彩色的颗粒，有点像是那个分子料理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自己做彩色软糖吗？这个也没做过，先玩这三款，那先打开看看里面的材料有什么。这一个是像分子料理的，它做起来会是这样彩色饮料，它有 A B C D 的粉，还有 Shua Shua 就是那个泡泡的果汁粉，这个是 Drop No Model， 就是它这个东西是要滴在那个里面。这边有哇，像实验的盒子，它这个有一点点变形。哎，它是有点难呢。你看它还有附这个说明书。我们要先让这个盒子里面放水，然后这里有线。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把它倒掉去。然后把 A B C D 颜色倒进去。它是有点粘稠的感觉。因为这个臭。真的蛮臭的，化学的味道。哦，这是柠檬，而且是非常假的一种柠檬味。融化完成，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让它变出不同的颜色。这下面有刻度，蓝加红应该会是紫色的，紫色的黄加蓝就会变绿色。我这绿色好恶心，橘跟蓝，它会是不同的绿。我变土色了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反正就是一个奇妙的颜色，红橘。但它是不同的橘红。好，看起来很奇怪，桃红色，橘跟黄没有加过。然后我们调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奇妙的颜色，好化学的颜色，加起来我们就有十个奇妙的颜色。这边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我加一下，一，擦擦擦擦擦，一，搅一搅，滴进来，滴滴滴，滴滴滴。然后我们捞捞看就知道有没有成功了。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下面有一颗一颗的东西，它就会变得像一颗一颗的珍珠。其实很水晶宝宝，对，很像水晶宝宝可以吃的水晶宝宝，也蛮疗愈的。这包绿色的粉就是让它变成汽水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加进去。哎呦，哦，咻啊咻啊的，我要吃。然后你可以这样搅搅，它就咻啊咻啊了。你不要吃它，好酸哦，酸。嗯。啊！好，我们先放着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太酸了。他还是劝你不要喝了。它这里面一共有四种实验，它这个是做那个果冻，但是它是果冻中的果冻。你看它这边有很多这种模型，就是我们会先做出这些果冻之后，最后再做这个模。那这个应该是两杯。这三个颜色都把它加进去。化学的感觉。这颜色好恶心，这好鲜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模型都做好。你跟着拖，救命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做好的，倒到这个线，这个线，然后这个。蜂蜜 jelly 加进去，因为它不透明的。搅好了之后，没有，还没搅。那这种搅粉这件事给你，这个太难了。它还有第二杯耶，这个第二个要搅一百下，然后搅一百下。你可以睡觉。啊！就是欢迎来到牛妈 TV。100下搅拌这种事交给你。听到100下，然后要搅拌咚咚咚。哦，差不多了，这些果冻都已经凝固的话，就可以把它丢进去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，烂了，不要放，不要放，搅拌咚咚。
那个太丑了，我们就不放了。它也是那个是做果糖果的，软糖的哦。然后它这边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要把它打开。它这是酸碱的一个很像实验的东西。这个盒子里面要加到这条线，然后我们加入一包这个奇怪的化学粉。他说这个是软糖的基底。我这颜色好可怕。哇哦，这看起来好可怕，这个水颜色。加好之后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像污水？防污水。你看啊，它这里面每个都有线，我们把它都种到线的位置。它可以污水倒到每一个的洞洞里。但它蛮香的，就是一种化学香香的味道。这一个加，应该刚刚好。刚刚好了 ，Wonderful！ 而且我还偷吃一口。这个有点像酸碱实验，这边有写酸性，这边有写碱性。好，来我们试试看哦。第一个我们加三次，加，它是指示剂啦，两次。什么指示剂？就是酸碱指示剂啊。三匙的话会变成这个颜色，变成酸性的糖。这一边的话就是两匙。我在学校玩过。哇，它颜色比较不一样哎，你看，一匙它就是比较蓝，嗯，对，然后有个是不加，就是它让你去看每个颜色的不同。这边两个是你自己喜欢的量。看起来好像都一样。这个四匙的，然后这一个也是让你做实验的，你可以加的更少一点点，它就变一点点颜色而已。然后剩下的全加这里也可以，不同的蓝颜色其实好像也是跟这个差不多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加上同量的粉下去，哎，这个有实验的感觉，蛮可爱的。我来搅拌。哎呦，完了，它已经凝固了。还没。赶快，赶快！你应该要加一个之后搅一个，全加你更是烂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加一个搅一个吧。来，就是趁现在再搅一次啊，再搅一次，它就会合在一起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一边加一边搅，不能像我刚刚那样。哎呀，做的好可怕哦，它那个粉已经无法溶解了，这已经没救了。这个还有的救，这个救一下。这个粉都不溶啊，不输压，太不输压了。你自己全部加了，你看他们都白白的，好恶心。好，下一集我们开这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哦，接下来这四个是下集，记得去看下集影片。成功了，你看，我感觉比较好吃，把它咕噜的倒出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成功。哎，很美耶，你看，它已经开始滑下来了。哇！刚刚没有拍到它，咕噜就掉出来了。我有洗过手，麻烦过来哦。哎，成功哎！你看，咕噜咕噜的，而且它那透明感很好。你看，给你吃看看。觉得一集要拍完那么多死亡有点难，好吃吗？你吃看看，就果冻啊。就化学品啊，那个果冻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candy， 哎，它变透明了。我对它没希望了。加更多的粉下去，它才会变硬嘛，感觉它都不硬，好像白白的也不用管它，它等一下就会消失。哦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不要再做奇怪的实验了啦！你这个科学怪人。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你加这个粉下去之后，它会自己透明。你看，它等下就自己透明。我信你个鬼！就是要把它用到成功啊！这个变得好奇怪哦。大家注意一下这个，是你的问题。妞妈频道，妞妞是消失失踪的。是你错，太可怕了。而且这种食玩都黏TT。你小时候很爱。已经烂了，你还嚼？就是要再给它一点时间，它就可以凝固。好的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出炉。哎呀，你不说等一下？你看看底下哪里透明？烂了，烂了啦！我们再把它甩一甩，它就会整个凝固了。哎呀！康 C， 好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失败了。别搅烂啦，都那么漂亮，给我弄成这样，这蛮花时间的，就是这三款。
我刚刚就给大家看嘛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三捆啦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捆，就是。刚刚我桌子擦得很干净，所以这还可以吃，不要模仿啊。来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大家喜欢哪一款呢？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可爱，我觉得比较好吃。我觉得有趣度的话应该是这个，有趣度应该是这个，这个吗？好，那让大家选好了，有趣度是笑你的，然后二三哪一个？三。那疗愈度呢？这个一，然后二三，那个完全不疗愈。下一集要开这四个。所以大家记得要看下一集咯，因为今天真的做不完，太多了。如果想做棉花糖的订阅，就分享给喜欢死亡的朋友哦。对。哎呦，你那真的很可怕。你看，可以吃的史莱姆哎、欸。那你吃？可以吃啊。哇，不要吃啊！史莱姆哎、欸。你这个是屎。好了，那大家就到这边啦。拜拜，我们明天晚上七点见，拜拜。那我不要吃。史莱姆哎。什么？你看这嫩嫩的史莱姆啊！你看，是的。好，拜拜。那如果喜欢死亡的话，可以分享给你喜欢死亡的朋友。是的啊，那我们要不要等那些东东的结果？哦，对哦，为什么要讲结尾啦、啊？